不是，他会他给抢了，他把别人嘴里的抢了，你俩。哦，他把这个都抢了。那是一只母猴。怎么了？他是？他要喂多牛，好多牛。哎呦！好烦了，真是很多好跟着了，我不给你吃了。我不敢拍。你看到你那里有？那一次以后我只看到你那里有。啊、不是，别人都没有。我都怕你别人跟着我旁边好不好？喂喂，小朋友来，我没跟着你旁边哈、啊。你走到别的地方，不要让猴跑过来这儿，我远远看就好了。这个是他的小孩，嗯。哦。他的。那你看这只的毛都长得好一点，你看这只毛都没长好，就生小孩了。很聪明的很，他们不知道谁不知道有谁在那里，但是永远都是。来，我再来一个，他们要来。哎呦！哎呦！对对对对对，他这小孩吃奶。来，哎，太漂亮了！哎呦我天，哎呦我去呀、啊！如果我们自己看的话，那个抓得更狠。这些就是找吃的，那一只是太小了。对，就它，就这只，他们要打起来了。把它嘴巴的拿出来。亲一口，你看到没有？亲一口，在耳上响。就那个，那说是吗？
这里下去，进去里面坐一下啊。开始上下线，然后可以回来一下。回来一下的路啊，路条不太清楚。